一个活生生的传奇，邀请你与他永远生活在一起。在他的一首诗中， Chidambaram Ramalinga Swami 简要介绍了他转变的整个本质，并说主已将他变成一个完整的神圣身体，在灵魂和肉体之间没有区别或分裂。在另一首歌曲中，他解释说，主是知识意志世界的甘露，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到达，并且生活有秩序和纪律。他给了他一个独特的身体，不受尘世物质的阻碍，环绕地球的海洋水域、太阳和它的光线，空灵的空间和它的辐射、空气、火、云和武器以及任何其他方式。身体是如此柔软，可以无害地通过。他的睡眠已经完全删除或保留。在另一首歌曲中，斯瓦米说，他向主祈求这样一个不死不灭的永恒身体，他不会因自然元素、疾病、死神、行星或行星影响而死亡，也不会因死亡武器，也不是他人的任何其他暴力行为，也不是任何其他方式。主很快就给了他这样的身体。斯瓦米恳求人们寻求广恩光之神。他说，主啊，主啊，关于睡眠的掌握和转化为身体不眠的幸福能量。他说，主啊，来到地球这里，你不让我睡觉，给了我丰富的进化或转变进步。通过阻止我的睡眠，知识的黄金世界之主给了我幸福的幸福或安逸。它是进步和财富的进化力量，体现在真理知识的黄金集会或黄金世界中。在另一首歌曲中，这种身体的不眠与身体的不死联系在一起。他说，睡眠离我而去，因此悲伤、恐惧、危险和障碍、焦虑、对玛雅或幻觉的无知和他的行为以及来自不自觉的黑暗已经完全消除。与此同时，神圣的成长、力量和财富、恩典、知识、真实的爱、不死的身体以及真实幸福的推动能量都来到了我的身边。世人啊，知道这一点，就是真理之道。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一部分，斯瓦米完全不眠，身体和精神都完全不眠，但转化后的不眠使他的身体充满了幸福的能量。在他生命的最后一部分，他只以他的弟子传记中记载的加糖的开水作为食物。